雷，至强至暴。我是伴着雷鸣和闪电降生的半神之子，我的血脉赋予了我操控狂暴雷电的力量。光明女神卢米亚把我送到阿莱斯特门下，要我专注学习雷电魔法的奥义，但阿莱斯特并不愿意教导我，因为我的天赋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地位。这样正好，我向来很讨厌被管束的感觉。宿命中的对决尚未到来，虽然阿莱斯特用堕落来逃避现实，但我偏要让他看看何为雷电的主宰。千军神雷，听我号令，惩恶诛邪，荡尽群魔。